啲咁蠢嘅嘢，點解我驗唔到嘅咧？真係，冇跟住我先得啦！右後方啊，右後方啊，左邊，左邊，右，右邊，右邊。唉，我嘅私家豪華廁所又會失咗嘅，無啦啦。啊，好彩樓下有呢個員工廁所啫。哎呀，頂唔好啦！即刻解決，即刻解決。喂，有冇人啊？有人啊！喂，有冇人啊？你冇睇住道门系关住嘅咩？你盲噶？喂，我好急啊！你哋边个快啲出嚟等我屙到先啦，可唔可啊？你急我唔急啊？唔急都唔会嚟呢度啦。我是你哋个领导，你即刻同我出嚟。你系我老板，我是你老豆啊。系人都知道老细有一个私家豪华厕所啦，你依啲咁嘅屎桥啊，我都有得卖，要唔要卖一条俾你啊？唉，有头发边人做辣痢啊？我间厕所无啦啦塞咗啊！塞个鼻啊塞啊！唉，等下添啊，再嘈出嚟打你啊！喂，老实讲，你哋仲有几耐先出嚟啊？而家先廿分钟，等多半个钟添啊！成个钟，喂，你嗰个锁链啊？诶，我唔使咁耐，我29分钟就得啦。有此理，我唔发火当我病猫啊！喂，秘书，我要严厉咁整顿，如厕纪律。把声听落真系好似老细喎，吓？咁点算啊？坚持住，打死都唔好出去。嗯。去厕所啊，居然可以蛇王成个钟。从今日开始，我要全厂啲人知道边个系老细。一系叫你起草嘅鱼翅厂规，搞啲咩？老板请教我。嗯。员工每日规定3次去厕所，每次规定10分钟，每次去厕所都要碌卡。好，非常之好，即刻贴去公告栏。冇问题。大家认真睇下我哋公司嘅新规定，从今日开始严格执行。睇嚟嗰日嗰个真系老细嚟嘅。细声啲啦，搏炒啊！一日只可以去3次。嗯。即系我哋啲女仔咧，遇到啲特殊情况。一日3次唔夠使嘅喎。我哋公司咧都非常之人性化嘅，我哋老細講咗啦，如果女性喺特殊日子嘅情況下，可以由我呢個次管助理幫手驗身，酌情增加一次。幫手驗身？唔好啦啩，咁咪唔好去咯。好，我而家派卡，每人一張 IC 卡。去厕所前记得刷卡，个厕所先至会开门嘅。而你哋嘅如厕时间会自动录入电脑，以方便我哋检查。我一日控制系2次，每次控制系5分钟内，悭翻啲时间留喺急嘅时候用，好似都好啲。当日当次嘅如厕时间会自动取消，冇得累积。啊？喂，我一日系咁，咦都去5、6次啦，你而家一日得翻3次，我点搞啊？唔好饮水咯。啊？喂，唔飲水唔得噶喎！去廁所前先刷卡。哎呀，知啦知啦，哎呦，哦！你今日已經第3次啦，揸緊時間。哎呀，得啦，我已經大細儲埋一齊啊，唔谷到爆我都唔嚟消費。聽唔聽啊？嚇！哎，你已經用咗1分鐘啦，嚇，揸緊時間。你好嘢！哎呀，唉，舒服晒。你的如厕时间仲剩翻30秒，请你做好准备。以下开始倒数：30、29、28。喂，有冇搞错啊？喂，我啱啱屙到一半，又都未屙完。话知你啊，你有你数啦，唉，最多咪入黑名单，俾上头批评几句。4、3、2、1。喂喂喂喂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毛哥，边个话望梅止渴噶？
点解我越望越颈渴嘅？哎，我忍唔住啦！你冇饮啦，冇。哎呀，喂，你今日去厕所嘅名额已经用晒啦，你点搞啊？死啦！唔通我真系直肠嘅？我一饮完就想去厕所。喂！依家都四点啦，再等两个钟就放工啦，你忍下先啦。哇，两个钟啊，两分钟我都难忍啦。喂，兄弟，你咪去咗两次，你仲有一次机会，你借张卡俾我。喂，唔得，我啊每日五点钟准时去开厕大嘅，我唔饮水就系为等去呢一次去厕所咋，我俾咗你，我一间点算啊？可能今日即冇咁准时咧，可能六点先开咧。唔得。唔得，钱可以借，卡唔可以借。什么是惯了心情？嚟，隔起条命，我知道想点啦，冇得借。小倩，你咪话想搵个又有米又靓仔嘅男朋友嘅？嗱，我有个朋友，佢个老顶咧就好啱你嘅。如果你借张卡俾我嘅话咧，我听日介绍俾你识，好吗？嗯，见唔见呀？见噶，如果我呃你，我先对天发誓吓。如果我呃你，就哎呀，阿妈都唔正我。喂，你个臭毛，企喺度，你张卡咧？哎，喺度啊。你呢张系女工卡嚟噶喎。系啊，你理得我啊？公司又冇规定话员工之间嗰啲卡唔可以互相转借嘅。哦，咁好啊，咁你唔好去男厕咯，你去女厕咯。喂，哎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点去女厕啊？你攞女工卡，你就要去女厕。你啊，好急好急，我去咪去咯，使惊你啊啫。睇你仲敢唔敢借女工嘅卡用？啊，老细，你嚟视察工作啊？我想同你汇报一下。唔好唔回报住，因为唔知点解咧，我嘅私家豪华厕所咧又失轨咗，所以我而家真系要去员工嘅厕所啊！你等我解决完，你再同我汇报。OK。请刷卡。哦，老细，用我张卡，请。老细慢慢啊！哇，谂唔到员工嘅厕所都几舒服噶。请你做好准备，以下开始倒数：十、九、八。喂！啊，我话埋系老细，喂，同我倒计时，你仲再炒你啦？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喂，明明做一次，做咩唔俾我入啊？俾我检查张卡先。唔使检查啦，我。哇，做乜难破手呀？点会咁啊？点会咁啊？老细，呢个系按足你要求去改装嘅超时装置啊！随时烧包肚，上抖音，认准 logo， 搜笑口组。